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贝卡的高回报地产经纪一。今天是2023年的1月18号，星期三。那今天的话呢，我给大家推荐一个这个全新房的一个独栋全新房。这个房子大概是45万多，具体金额我不太记得了，反正是45万多一点。然后这个房子呢，它是在这个 Durham， 就是北卡三角洲工业园区所在地这个 Durham 这个城市，这个小区呢叫做 Meadows at Twinix， 然后这个房子的话呢，它是这个小区的 Lot 88 88号地，是最后一块地，然后呢对面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整个小区，你都可以俯瞰整个小区。它这个房子的地势很高，然后就是它旁边是别人家，它的这个 fence 已经围好了，它整个的这个占地是挺大的一个，你从这个 driveway 上可以看出来，这挺长的一个 driveway，很长的一个 driveway。如果有感兴趣的朋友可以随时联系我啊。它这个房子呢还没有完工，但是即将完工了。这是车库，两车位车库，热水器在车库里面。然后这是站在房子前面，看前面的这个景色，前面那块地是没有，不会有房子的，前面那块地是不会有任何房子建的。然后斜对面是售楼部，售楼部现在是不卖的，就是 not for sale， 就是它跟别人家都不连在一块儿，它跟这个小区的别人家都不连在一块儿，是单独的一块地，所以还挺有隐私的。然后对面也是空地，然后斜对面是那个售楼部。然后这是我们进去看看里面的情况，这是进门。进门这边有一个窗户，然后这边是一个半卫生间，也有窗户，半卫生间。然后这边是那个车库嘛，这边是一个 closet， 然后那就是这边是车库门，对，这边就是刚才所讲的这个车库门啊，车库门进来的话呢，是一个 laundry room， 就洗衣房。然后这边也是一个看一下，这边是一个那个 closet。然后这是厨房，厨房有 island 岛台，是那个 granite countertops 的岛台。这厨房灶台还没来得及装，因为这个房子还没有完工。它的 suppose 的过户时间应该是，它应该可能是2月份过户吧，但现在肯定是没有完工的，这些都还没有完工，这些炉灶还没装呢。然后这是餐厅，这是这个 living room，有壁炉 living room， 好，这是 screen porch， 好，这边是房子外面，房子外面铺草是最后一步了啊，现在还没有铺草，铺草是最后一步，包括那个 landscaping 都是最后一步。然后这个是它的地界线，我不确定是具体到哪一块啊，现在。但它整个的这个地比较大，应该加起来有差不多半个英亩吧，那个地。对，我不太，因为它没有任何的标识，现在，所以我不清楚它这个地界线是到哪里。这是房子外面，窗户非常的多哈。把门关一下。好了，这是一楼。Fireplace 也还没有安装，前面的那个它还没有装好那个 fireplace。 然后这是二楼，那个楼梯都是实木的，就是楼梯。二楼的话呢，这个公共区域这一部分跟楼下一样都是 LVP 的地板。二楼公共区域部分，然后这个是二楼的一个卫生间，全卫啊，两个 sinks 一个卫生间，阳光非常好，都没有开灯啊，开灯也行，但不需要开灯。然后这是 shower， 这是厕所，
看一下。就这边有个 bonus， 有个这个 loft， 挺宽敞的 loft， 然后 loft 旁边是一个厕所，然后在旁边就是次卧 guest bedroom， 这是一个次卧，有这个 double door 的 closet。然后这是另外一个次卧，也是 double door 的 closet， 这是主卧，所以楼上是三个房间，一个主卧，两个次卧，然后还有一个，这种 loft area， 这是主卧，主卧有 tray ceiling。然后这边主卧这边看到的是那个对面的也是林子，然后这是主人房的卫生间，主卫。主卫的台面也是 quartz 的台面，非常 shiny 的，挺漂亮的厨房台面。主卧也是，主卫也是有窗户的，我特别喜欢这个卫生间里面有窗户。然后这是主人房的衣帽间。这是有一个小的一个可能 closet， 对。然后这边是主卧，好的。这是这个房子，主卧是双开门的，有两个门，双开门的。如果您对这个房子感兴趣的话呢，欢迎联系我，我是北卡的高回报地产经纪一，我的电话是919-986-8879，我的微信号是 NC Best Realtor， 价格是45万多。好了，谢谢大家的收看。下期再见。